今日嘅 ET 个股推介咧系昆仑能源135，拣选原因系啦，第四季入冬啦，属燃气需求嘅旺季，近月内地气价咧率先回升，中国 LNG 咧出厂价格咧，全国指数最新咧就系报每吨4430元人民币，较八月份嘅低位咧升咗17%，进入冬季咧有望进一步攀升噶，股份可以留意天然气销量增速咧性同业嘅昆仑能源。昆仑是中石油旗下唯一一间天然气零售分销平台，今年上半年在油价下跌、 LNG 接收站负荷率下行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，昆仑能源仍然能够维持稳健的增长，上半年盈利按年上升 4.6% 去到32亿元人民币，期内天然气销量增加 9%， 高过同期行业 5.6% 的水平。走势上，昆仑能源上个星期突破五月以嚟营造的下降轨，今日收报6.7，股价自八月低位累计升了 23%， 走势明显强过大市。策略上可以敲近日低位6.5区吸纳，目标先看五月份的高位7.4，跌穿6元就适宜减持。